係呢個啱啱都幾即興嘅呢個。我哋幾日前玩過一兩次啦。咁但係我哋不如好大膽咁試，好嘛？好啦 ，Robin and Candy。幾次合作啊？我哋係咪第二次合作？一次係啊。係，我哋第一次咧，咁就係 Adrian 話事啦，就 Adrian 揀歌啦。咁今次咧就我哋係諗住玩佢。其實我想澄清一句，佢哋今日我哋揀呢首歌，其實佢哋想我唱第一個 verse 嘅。係啊，最主要係嗰句。係啊，所以大家留一留意嗰啲歌詞啦。你唱得好清楚。我喜歡自彈自唱。是啊，我跟你說，我們很多很喜歡玩自己，很多高層呢，剛才聽完你的表演之後呢，直情戴跌眼鏡，直情叫你喂每年都要找你回來。Thank you, thank you。 很多粉絲，你今天多了很多粉絲，再次給你掌聲 Adrian 好嗎？ Thank you。 好啦，在我身邊這兩位呢，我真的今天是非常開心
見到你兩個，首先你個 Give Me Five 先。Give Me Five。Welcome back to Give Me Live， 第一年嘅我哋 Give Me Live 嘅音樂節就有 Robin and Candy， 我哋相識五年，大家一齊成長喺呢個音樂路上，係嘛？係，我哋有冇大過女咗？你大過咗成個呢、這個成個 lady 啊！當年好似之前係一個，之前係一個魔高。你嗱五年後翻嚟 Give Me Live 有咩感覺咧？其實我記得對上一次我哋係同埋Shine 一齊，我記得係啊，呢個形式有 Shine 就有你兩個，咁就好陽光個記得嗰陣時。嗰日咧嗰個 show 咧有個主題叫做 Double Shot 嘅、，Double Shot 即係兩個一 pair pair 上嚟嘅，即係除咗推子母嚟就係你哋，跟住就有 Shine 啦，哇！嗰、那個 show 非常之成功啦。我見到今日鋪咗一個一個類似草地咁樣嘅墊，係好。個感覺好舒服咯，好陽光，好户外啊！係一個夏天嘅音樂節嚟啊！你幾好坐嘅，你要唔要落去試下？陣間我哋落去試下坐好唔好啊？冇聲，你俾支你。喂！又翻啦，係、okay. 我又復活啦，係啊！你頭先講咩啊？咁我開心，開心。五年後大個女啦，其實冇大到，發現原來冇大到，係你指邊度先？嚇，怡怡會講呢啲啊 ？OK， 講咩啊？我高咗咯。哦，喂，其實我覺得今日咧真係我記得嗰陣時咧個台冇咁大啦，冇咁多草地啊，咁又有非常之靚嘅燈啊，咁我覺得咧今日真係好開心可以再次嚟到呢度為大家演唱。唔係，我覺得一間學你大家興致起咧可以企起身嘅，我覺得係咪得㗎？係咪得㗎？可以㗎，可以嘅。大家要唔要 warm up 試下先啊？首先幫幫手咧，因為後面就有3000多人想入嚟噶，大家可唔可以坐逼少少啊？我哋熱身，我想話，不如我哋大家一齊企起身，咁啊企起身先啦。企起身，因為我話坐低又坐翻低咁樣。咁後面啲朋友可以 join 我哋，同埋山頂上面嘅朋友，呢度落嚟睇正好多噶，同埋啲音響聽。係啊，但係千祈唔好咁樣跳落嚟，係唔得㗎，係要行樓梯先落到嚟。有啲搭嘅我哋呢個，好啦，大家可以逼少少。好嘛，咁我哋可以俾多啲朋友，上面嘅朋友可以一齊 join 我哋呢個 music party。哇，好親近啊！好親近啊！係啊，又可以多啲人入嚟喎。不如同啲 fans 觀眾嚟個 high five 先啦 ！high five！ 後邊嘅朋友係啦 ，welcome to Give Me Love 2017。係啊，我哋等多啲朋友入埋，多啲朋友入嚟入嚟。係、okay. 啊，但你哋攰都係可以坐低嘅。但一間如果我哋有八號司令企起身就企起身咯。如果 Robin and Candy 啲 music 可以感動到你跳起身嘅，你中意做乜都得噶。好，咦係咪仲有人入緊嚟㗎？係啊，陸續有人，快啲入嚟，快啲入嚟。好。OK。Are you ready? Yes. Are you guys ready? Are you ready? 俾啲聲嚟聽下 ，For Robin and Candy。Thank you. Thank you. 呢個炎熱嘅夏日，通常都會有好多呢樣嘢，所以而家就送一首歌。Say
雨树行哒哒哒会下雨，我冲一杯美美的幸福想尽难以，偷一口快乐的幻想吃掉甜甜暖了，细水凭什么只想饰演我，我
有多远，却不懂计算。少在香港公開場合有演出，所以今次呢都是十隻手指數得曬的香港演出，今年來講，所以我們今天都帶了我們今年一些重新出發的新歌送給大家。因為我們上一年經過了很多，即其實可能以為是在內地有很多的演出機會，但後來發現其實都不是，其實我們其實是很掛住香港這個地方，所以很多糾結的心情下就寫了很多不同種類不同曲風的歌，今天都想share 給大家聽。我覺得無論生命帶我們去哪一些地方都好，教我們去怎樣堅強，怎樣去面對一些難關，其實我覺得一切都是成長的過程，所以希望大家喜歡我們這首歌《無敵》。是可以 MMO， 麻煩了。成長，卻再次遭殃，躺下看。
我哋 Roman and Candy 嘅系列里边咧，系最黑暗嘅，因为呢一只歌就填补咗我哋上一年嘅一啲空虚。但系我哋每次唱完呢只歌之后，就发现其实就算你经过一啲低潮、经过一啲失落，其实嗰样都可以化咗一啲好强劲嘅能量，去令自己继续勇往直前。而家就将呢一份能量送俾大家，呼吸一下。 So
尖石。好似是到最後一隻歌了，仲有一隻歌了，這隻歌也是今年的新歌，大家喜歡跳就跳吧。一齊飆下夏天坐在草地的感覺，我跳下來誰有部機給部機好這個、這個全世界都沒有這樣的機會，除了在 Keep Me Live， 大家準備
太有位。Oh yes， 哎呀，後面個 spotlight 射住。Thank you so much. 這個誰忘記你的？你一陣要 send 翻俾我。Thank you. 是不是 give it up to Kiva 的？好，我們離張先。後面幫幫手。Hi. Thank you very much. Thank you. Thank you. 再次俾啲掌先 ，Robin Candy。好正。大家我知道有少少攰嘅，可以坐翻低先嘅。唔好咁衝動啊！我哋嘅 show 未完嘅，而家正係入緊氣浴啊 ！Take it easy， 你都唔使走住啊 ，Robin Candy 會翻嚟噶。OK，take a seat， 我哋而家用最熱烈嘅掌聲歡迎 Robin Candy 嘅。